麻豆文旦生产在台南县的麻豆镇，是260年前从大陆移植来的。因为第一个种植的人叫郑文旦，所以大家叫这种品种叫文旦。麻豆镇种植的文旦目前共有4万棵，每年可生产400万个文旦，种植新台币1000多万元，是民众们一直主要的收入。今年的麻豆文旦因为受到了那莉台风的影响，减产很多，现在每台斤卖2.5块到3块钱，采下来的都被抢购一空。